流动的线条搭配不规则圆点，色彩鲜明浓烈，依然在地画家林松茂用抽象画展现人生百态。人生的乐章就是用线条跳动起伏的那一种画面，然后未来的梦，梦是用黑色的雾面的，然后加上一部分的黄色跟红色。过去经商失败，又要单独照顾四名子女，林松茂把一路的心情转折全表现在作品上。同样有着浓厚情感的，还有画家赖威言，运用叠加反复的笔触，表达现实环境的拉锯。一幅浴缸景色堆叠的技法，呈现动静对比的美感。当某个计色多的时候，有一个计色多的那个物质性的东西出来，那有一些面叠加到了就比较薄一点，那这两个之间在对抗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多跟少的一个抗力量，然后显现出那个空间的结构能力就会出来。不刻意强调主角赖威言的画作低调却充满内涵，而说到表现台湾在地风情，在画家袁金塔的作品中也不难看见。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对于庙会鱼缸景物特别钟情，喜欢拿起画笔记录眼前所见，让感动时刻延续。这种画画起来就很开心，因为他很有感情，所以我就用中国的线条，然后结合西方的色彩，然后用那个比较温馨的那种港口的景象，有那个船出航的时候，它有烧东西，那种烟缭绕，所以叫动感。擅长留住岁月痕迹的，还有艺术家廖吉雄。借着观察人生百态，把生活中不经意的发现表现在作品上，运用亚克力和粗麻纸呈现媒材原始的肌理，破除艺术品完美的想象，提醒观赏者对社会的关怀。我用一个粗麻纸来表现这个，然后最主要是在表现那个岁月的痕迹，我们那个记忆想要表达的就是说，希望我们的社会上能够关怀比较弱势的，因为那个东西都是人家不经意的。个人色彩强烈，让艺术家廖吉雄的作品与众不同。而同样辨识度极高的，还有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温万寿，行云流水般的草书，承袭古法又能跳脱框架，让收藏家爱不释手。当场挥好的时候，他的写字很豪放，我是跟那他的草书啊，我是想因为现在的草书都是改良过的，不是像他的是以前的狂草，所以说他比较古代。说到保留传统，大陆艺术家马致远一幅竹林景致，呈现悠闲的宁静时光，让人暂时忘却都市喧嚣。来自20个国家47位艺术家的作品，全都在长流美术馆台北馆展出，希望借由交流提升台湾文化艺术的竞争力。请剪彩。第10届意气风发国际艺术交流展从11月18号展出到26号，主办单位欢迎艺术爱好者也能前来共享盛举。台播到台北数位新闻邱世明采访报道。